现在是晚上11:30，我在哪里？我在大昌九和看这个新的综艺的动态，是不是很薄啊？不要靠太近，太薄了，它没有办法对焦。非常的薄，但可以看到它的触感是有一点点磨砂的材质。那它只有8寸的大小，然后它的防水跟它的防尘，它的等级都做的比之前的还要更高。那它的重量非常轻，大概只有270克而已，是不是很想要现场摸摸看啊？好，我们现在换下一个东西。这个是我的新玩具，我今天等了整夜就是为了这一台，它是 Z3，大家稍微看一下 Z3，总共有4个颜色，然后我们拿到的是白色，其他已经被抢到不知道哪里去了。那颜色的话，大概还有白色，然后你看一下墙上的颜色，就是好高哦，我就买了，就是今天 Z3的所有的颜色。那它别的地方是边框稍微跟之前做的不太一样，那两个颜色也是跟 Z2 一样，是新出的颜色。来用一下它，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？刚刚听好像有说 ISO 可以达到12800。对，然后广角有25还是28 mm 啊？哎，我们来试试看，这个。然后这次的照相画素也是2070p。哎，你要怎么？有没有很广角的感觉？稍微看一下，就是拍摄的画面。我们看到一个遥远的 model。哎呦，然后转成日台模式。香哥，为什么有我？两个人都可以入镜哦。希望有机会可以赶快拿到这支Z3回家见证。那包包拿，收进去了，拜拜。